大家好，我是 DJ 阿周，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3年一度的台南那个麻豆区的代天府的一个活动，就是出巡的一个活动，绕境出巡的活动。那我的远房的亲戚的外孙，这个小朋友就叫做谢全志小朋友，他参加了这次活动。那当然是做家长的，就准备很多的糖果、饼干、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呀、啊，都是要当做结缘品跟那个路过的群众啊，做一个结缘。那可以看一下这些糖果、饼干，非常非常的多。做家长的准备了2万多块的一些小礼品、小物品、小食品，要分送给结缘的好朋友。那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个特殊的台湾特有的那个民俗活动。好的，就让各位感受一下，如果遇到这种被糖果、饼干等物品砸到的感觉，就像影片中这样。当然，活动当中比较特别的是，他们也都会撒红包，看你运气好不好，可不可以接到红包。走对，走对。来啊，红包！干那去啦！当然也是有另外一种花车的形态呈现，因为他们会撒很多的糖果、饼干，什么东西都丢，红包也会丢，小心不要被砸到。这个庙会活动从白天一直到晚上，所以说这些小朋友蛮辛苦的，从白天一直到晚上都在这上面分送接引的路过的民众，迎接这些民众，接这些学员，接到这个开心。再来，这影片是当务公正到达庙宇的前面的时候，都会巡一圈。看到这拖拉机，就是本来在一般的道路上在拉这个公正，那这时要开始放人工的方式来拖拉这条大型的公共。那当然
是鸡头啊，会在庙口这边呢、啊、做一个迎接，这段比较疯狂，请大家慢慢的看下去。接下来这段最疯狂，什么都砸，连枕头都拿出来丢了。这绝品送枕头。撒，这时候就会撒出大把的红包，就往外头一撒。给各位看一段累欢的小朋友，上面坐的一些小朋友，有的已经累欢了，累到睡着了。看吗？传说中的蜈蚣，看看小朋友都累翻了，他们早上就起床，一直要到晚上，很多都已经睡着了，还在打瞌睡。又在丢糖果了，有没有看到小朋友都累翻了啊、哦？好可爱哦！他们要补充体力，因为他们一直到晚上的。难得可以看到这个蜈蚣阵的，好的，以上影片是台南市，也就是台湾的台南市麻豆区这边戴天虎的一个有关于蜈蚣阵的一个报道。同时，这个影片要感谢我的表哥阿龙表哥所提供的我一些影片。那 DJ 阿周呢，也希望各位能订阅我的频道，同时开启小铃铛，接收我
随时有新的影片的讯息。有你的支持，有你的分享我的影片，我才有动力继续拍片下去。我们下支影片见。